前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，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在歌迷的大力支持和观众的期待中终于来到了贵阳，周深的家乡。作为周深的家乡场，对周深的歌迷和周深本人而言，本场演唱会的意义极为重大。歌迷终于可以来到周深成长学习的环境中，感受周深的气息，聆听他的演唱。而对于自小有过过多的曲折经历的周深而言，这次演唱会更是一种衣锦还乡，是对家乡对他养育的回馈，也更是让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再一次认识如今的周深的机会。为此，近4.4万歌迷带着自己的热情、好奇与期盼涌向贵州，等待这场巨大的狂欢。周深在贵阳的璀璨之夜，无疑是音乐盛宴中的璀璨星辰。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那别出心裁的彩带设计，竟然巧妙地化身为贵阳特色小吃丝娃娃。这一独特创意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，萌态可掬，让人忍俊不禁，更添几分温馨与趣味。对我来说，其实非常紧张的一场，因为以前就感觉在开演唱会嘛，然后这一场其实就有自己的家人，然后也有我的，有高中老师，有初中老师，还有小学老师，他们都在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更像是一场汇报演出。你们的孩子这几年在外面还可以，然后有很幸运的是，有那么多人愿意陪我一起来贵阳看你们。回到家乡，孩子更能放得开了，他是如此的开心啊，那份开心感染了每个人。周深不仅为此次家乡场演唱会准备了自己新专辑下半篇的第一首歌《嗨》的首唱，诚意满满，更为贵阳这个少数民族云集的省份准备了本地特色的山歌、红雨以及蹦苗低。现场还有他的老师给主办方提供了他在21年前唱歌的磁带，并在演唱会上放出来。小老师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？你03年的时候录了一首歌，我这里还有磁带哦。你也是真实，我知道你在想，我非常感动，他一直保存好这一盘磁带。磁带在我手里，来自21年前周深的声音。离周深贵阳演唱会还有23天的时候，突然我们收到了一个紧急任务，把这盘磁带里面周深童年的声音要翻录出来。于是大晚上我们全程搜索能播放这盘磁带的录音机，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台古董。我们想到2024年了，我还看得到这个标志。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，美好简单。一看小在教书也会有小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，只要一觉醒来。作为音乐人，我们很开心能够以音乐的方式帮助深深把来自21年前的声音重现给现场42000人听。谁能想到磁带里面那个稚嫩的童声在将来会治愈那么多人，你总是那么温暖。你们一定会深深欢迎回家。没想到周深童年的歌声就很清脆，周深果然是吃唱歌这碗饭。网友调侃他11岁就能唱这么高的音了，我18岁连他演唱会门票都抢不到。不得不说，周深真的是被老天追着喂饭吃，从小就歌声嘹亮。
周深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艺术边界的勇敢探索。贵阳场的这一惊喜无疑再次证明了他不仅是声音的魔术师，更是创意与情感的传递者。我们满怀期待武汉的下一站，相信周深定会以更加惊艳的姿态继续编织音乐的梦幻篇章，让我们共同见证那些即将被点亮的璀璨瞬间。另外，涌来的歌迷不仅仅包含了贵州附近省份的观众，更有专程从台湾赶来的30人团，从海外各国赶来的高龄粉丝。歌迷坦言，周深太抢手，30人中只有8人抢到了票。但今年是周深出道10周年，也是周深首次举办体育场演唱会巡演。即便是这样，也希望能够来到周深的家乡，哪怕站在场外静静聆听，也想要陪伴周深度过这个特殊的时刻。周深作为如今闻名海内外的知名国民歌手，屡得国家与官方重用，多次登台春晚，并在联合国演唱自己的代表作。如今周深带着光环与荣耀回乡，为养育自己的家乡带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。谢谢，我们这首歌讲的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周深给我唱这个受伤的大事？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以后就只要在上面换衣服就好，不用唱歌？我们这手忙脚乱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的声音比我唱歌的时候声音还大声？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以后就只要在上面换衣服就好，不用？我觉得真的是太奇迹了。以前可能就在读书的时候，然后以前就可能老师们会说过，就是哎呀，如果有一天周深能够在贵阳大剧场演唱的话，就会非常厉害的。所以我在喜欢唱歌的时候还没有奥体这个地方。我来贵阳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紧张，因为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我就觉得万一人家来没得照顾好人家，我的贵阳话突然都不标准了，万一没得照顾好人家会不会不太好意思？这个贵阳话越来越不标准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好意思。但是我觉得我很幸福的是，谢谢贵阳所有的朋友们，无论是在现场或是没有在现场的大家，把大家都照顾得非常好，谢谢你们。我的生理们真的让我就很像别人来家里做客，会担心哎哪里没有做好什么之类的。那你会发现生理们从其他地方来，把贵阳也增加了很多周深的一些元素或怎么样，把大家都照顾得很好。我觉得你们比我更会照顾人，谢谢你们的爱，我都感受到了，谢谢你们。等一下，这个戒指太重了，让我去买一个好不好？戒指太重了，影响我发挥。就是年纪一大把，我年纪也不小了。为什么特别适合在贵阳唱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贵阳人的身份证前3位是5、2、0。